我们一起迎接下一位嘎嘎。哦，锤锤，锤娜丽莎，请做一个有趣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锤锤，我曾经呢是一名女团练习生。嗯，真的吗？哦，没想到吧？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呦，好搞笑啊！他，我觉得他好可爱。我认为 Gagman 呢，一开始我只顾着自己的唱曲。对不起，毕竟是一个 vocal， 比较喜欢唱歌。一开始呢，我是认为Gagman 可能需要具备一些偶像技能，比如说这个唱歌啊、跳舞啊、相声啊、小品啊，魔术大吉。哎，他好可爱啊！放出来吧，放出来吧。欢迎锤锤。老师好，老师好。欢迎。锤锤好。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因为你不是有就是女团的经验嘛，你是入选了对不对？啊，对的。那所以你唱跳是 OK 的，就是这样的。嗯，哎，是这样的，本来我是应该出道了的，我当时就是各方面实力都还 OK， 就是站在 C 位了已经。但是那个队形啊，就我站第一排，后面就是一溜全部躲在我身后，然后我们董事长下来就是终极考核，刚开始准备表演，董事长。咔，停一下。我说怎么了？就是我觉得你各个方面的实力在平时考察的时候我都有观察过，但是你今天站在这个第一排呀，你就好像一堵墙一样，你挡住了他们，我根本看不见你身后有人嘛，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在 solo。 你是取笑我吗？不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比赛有一个老师是来自香港的？对对对，我们那个老板。你是歧视我吗？我没有问题了，本来对你很有好感的。对不起。好悬疑啊！哎呦，已经开始笑场了。我们来这边看，这边看，来，走你。老师们好，天色已晚，我可以开始说话了。那当然了。由于我在里面关了太久。不知道外面是什么行情。行情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右边这个男的多少钱？梵高啊，梵高个十百千万，反正就是跟你没关系的一个数字啊。5亿480万4千3。这么贵。那我左边这个女的多少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2亿。那我多少钱？30块钱。30块钱。搞错了，下来。好像啊，他太像了。蒙娜丽莎本莎，蒙娜丽莎老师是老师们。你是不是梦想演蒙娜丽莎很久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告诉你，再晚一点，我看这个表演我都会害怕。对。这个妆啊，顶了10个小时了。鼻子这干的呀！锤锤，你现在好像无脸男哦。你别回头，怪挺吓人的。你这搞这一会儿一回头的。你这个妆花了，哭了都。其实他这个妆化的感觉，这个人马上就不行了。就你能用汪峰的声音告问我们一遍吗？汪峰的声音。老师，我干了。厉害！我把我的金钥匙给你，金钥匙给你！哇！我根本不敢相信。
非常棒，非常棒，特别好，特别好。好了，各位在 holding room 的嘎嘎们等着我们，我马上回到你们的身边，选出今天的最后的六个。嘎嘎嘎嘎嘎！锤哪里杀？生活百无聊赖，需要一点刺激。一点都不押韵。嗯，今天我 get 到一个点哦，叫做反差刺激。怎么着？首先，给大家欣赏一首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荡。这是一首非常甜美的儿歌。那么，如果一个摇滚歌手去唱儿歌，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差刺激呢？感觉呀，有感觉了。恐怖童谣。哟。我们荡起双桨。气氛已经这么好了，下一句我就不唱了。接下来是一种职业，空姐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温柔。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乘坐中国盖克公司航班 CZ2020 由北京飞往上海，飞机即将起飞，请收起小桌板，调直最靠背，打开遮光板，本次航班全程禁烟，请不要吸烟，谢谢。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太可爱了 ，Thank you。 好，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一个非常火爆的 DJ 去当空姐，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差刺激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中国盖航空公司 CZ2020， 由北京飞往上海。所有乘客，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打开遮光板，收起爪板，调直最靠背。系好你的安全带，举起你们的双手，跟我一起摇。对，我在飞机上。没事没事，你等一会儿，我在飞机上的，不用关机。三个亿的大生意，哎呀！你叉叉，正关机你不关机，你叉叉。我关机。尊敬的各位乘客，我是本次航空的乘务长，我是当委。来，我就知道是这样，我说话是这样吗？老师对不起。哎，对，我歇着了啊，走嘞。好，最后的时间，大家都能看出来，锤娜丽莎一定是身材最好的。对，说的对，最好的。如果锤娜丽莎被强行安插到女团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刺激呢？有请我的助演。
他是特别那种站在舞台上他什么都没干，大家就已经开始乐了，所以说有这个。你紧张吗？你会紧张吗？我会紧张的，但是我越紧张越亢奋。没问题，这样贼好。谢谢老师，完美，非常好，非常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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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锤就是他，就是很有人格魅力啊。锤娜丽莎的表演大家都不用说了，特别的好。那锤锤那太洗脑了，他的个人魅力太好玩了。他跳女团舞的时候，然后还有中间那几发特别有自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gay man 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他一直说他觉得自己胖，但是这一些所谓的缺点在我眼里都变成了优点。我觉得他好美。夏森，他的节奏感是我目前看到所有 gay man 里最好的，节奏感太好。锤娜丽莎是绝对的，目前我看最好的。好，来吧，来，该你们。哎呦，压轴的来了，我。冠军！哎，让人们锤带着这个钥匙说吧，对对对，好不好？必须是这样的，要不直接做吧？别说了，这儿。哎，锤，先拿着。哎，谢谢老师。厉害厉害啊！来了啊，好，行了。我就带上了。这么心安理得的是吧？毫无悬念，是不是？不是，锤锤对我们节目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希望指教，尽管提，大胆的说，好吧？你可以提出你觉得可以怎么玩？给我上一盘新鲜的羊排，不是。没有，我其实有一些话想说的。我参加过很多的选秀节目，之前参加的那些都是因为身材的原因，然后被淘汰了。我在 Play Gag 那一场，几乎满场都在喊锤娜丽莎这个名字。我不是说骄傲，我是惊讶。我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的受大家的喜爱。我猜大家就之所以对我呼声这么高，可能也就是因为我长得漂亮。肯定是这样。漂亮全部都是贪图你的美貌。一定是这样。对，垂涎我的美色。垂涎你的美色。开玩笑，其实就是作为一个 gag man， 你得到的掌声是相对来说更加纯粹一些的，因为它是一种排除了这个外形的约束，不抱有任何的私欲和幻想，只因为你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人，你是一个纯粹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 gag man 得到的掌声是毫无任何瑕疵和添加的。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和四位老师都是特别伟大的人，对，包括我自己。对，那我们先看一下锤锤的成绩。撒花，全场撒花，你看第一名328,981。稍等，因为他在 Play Gag 当中的优异表现，他是大师傅舞台的最 Gag 的学员，所以获得了个人总加值的5%的加权。哇，还加！最后锤锤的总加值是345,4290个加值，第一名，祝贺锤锤。这都是现金，多好啊，对吧？好，祝贺锤锤，请坐。谢谢老师，谢谢。恭喜！伟霆哥终于可以说那句话了，实至名归。哎，这回是真的了啊，实至名归。锤娜丽莎没想到来这个节目封神了，对不对？哇，命运是为什么这么的蹊跷啊？太厉害了啊！来，我来吧。哇，那个锤锤上，来点狠的，锤锤！敌方派出一员猛将，加油！锤锤！来，超越老师，我们必赢，好吧？加油！能量已经到身上了。快回来！不要引起观众不适。不要太拼哦，锤锤！谁？我今天带来有关于声音的挑战。哇！第一个，我先挑战一个最无聊的，好吧？最无聊的。8秒内唱40个转音。这个竟然最无聊！最无聊，40个转音，8秒40个转音，这咋转？燃烧我的卡路里。Cool。你们随意谁记一下时都可以，好吧？我要开始了。加油！
赢，你赢了，这个你赢了。就多少谁能到这么好？好，有没有人来挑战一下？我们认输吧。我们认输吧，认输认输。唯一能挑战你的，跟你一对。我的天哪！嗓音之难听。下面，最后有一个重磅炸弹。我可以把所有的歌都唱成山歌。好，哇，技巧性的。我怎么你不在？哎嘿嘿。感觉子弹上膛。你们可以随意提，来，超越老师最喜欢的情歌。情歌，情歌，卡路里算情歌吗？我这不算情歌。情歌我没听过情歌，情歌。我忘了卡路，卡路里。啊，可以可以可以。站在我的卡路里。哇！腾腾腾，珍珠奶茶红遍遍，火锅炖饭大盘子，那哈子喝，那哈子喝，别客气。什么鬼？你这让开水烫了都能唱，你这什么？不知道你在想啥？吓得我吓得我！行了，没必要拼命，这是回来吧，回来回来吧，就让我们赢吧，认输认输。挑战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原版更精彩，是的，我们就不能够算赢，好不好？啊，这一轮还是要算，我们存档一下。对对，谁姐？但是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学员准备。好，我们即兴表演舞台的最后一位学员，请上场。哦，帅帅帅，好帅！喂。好烦人啊。你看那个保险柜了没有？现在要走过去。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动。好乖啊，这是。这里面有无数个红色的紫外线。红色的紫外线都是色盲。你那个眼镜不行。我这个眼镜才可以。只有一副，我帮你指路，你听我指令。行，那种合理笑场挺有意思的。对，他在节奏上，他特别好。好，先蹲低。最后一步你得要滚过去。我滚翻，哎，不侧滚翻，对了，好，再滚 ，OK， 好的，起来，哦，美美的，站起来了，哥，马上，
还有没有机关了？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雕塑，在底下有一个纸条，您可以拿过来了。小心！递给我，递给我，递给我，看看上面有什么。有个问题啊。啊。会过日子的人都爱加入什么会？哼，我猜是唯品会。哦，厉害厉害厉害！这么快就答对了？当然，会过日子嘛，就是既要把日子过好，也要懂得省钱，当然是我们唯品会了。嗯，等等，戴上我的眼镜。哈，你别整得一惊一乍的，我这有点紧张，我的。小心点啊。OK，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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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一下呢。嗯，好。这是一个什么呢？别动，别动，有可能是一个引爆器，别动，别动。打开它，慢慢打开它。手抖。里面有什么奥妙？这是一个什么色号呢？这是一个。砖红色，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试一下上手的这个，色度，大家看看一下，非常的显白。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动，疼不疼？不疼，哥。不疼就代表没事。棒，这颜色这么好，我一定回去给我老婆买一个。干得漂亮。再看一看。好。锤锤还是挺棒的。嗯，这不好演啊。这是一。什么呢？这是一件非常轻薄的一件，我们在唯品会买的一件雪纺的一个蝙蝠袖。他为什么那么怪腔怪调？你要不要先试一下？我一般来说呢，因为像我身材这么好的人呢，一般只穿那种最小的三叉 L 的码，但是今天这个 S 码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穿上。没时间了，我这雷在网上炸了，赶紧穿来。哇哇，不错，还不错耶，是美的，好闪亮，就是说非常的合适。再看，哎，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种东西？是不是密码？哦 ，OK， 上唯品会，百元好物随便挑，是地球人都知道。哎呀，这个机密。这地球人都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屋里可能还有一个这个摄像头。摄像头是？那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快，桌子上。嗨，我擒住他了，我擒住了。跟我跟我。这是五雷轰顶车，必须要你。跳过五种舞蹈，才能解开我的地雷。DJ keep the shit。哇，芭蕾！厉害厉害厉害！我的妈呀！第二种广场舞。可以，还可以，咖啡。哎呦，哇，好，真帅！第四种，印度舞。在干嘛呢？踢踏漂亮！哎，好嘞，开了！哎，谁呀、啊？你们俩？谁？这里是我家，但是我没有时间了。他喜欢玩 cosplay， 不是？
他喜欢我 cosplay， 我就是配合他这样。谢谢大家。哎，我好惨。谢谢杨迪，辛苦了。来，掌声给李子墨。祝贺锤锤。锤锤这个真的特别难，真的很难，嗯，因为他每一步都在被控制，他每一步都是要按照这个来演，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六个本子当中唯一的一个肢体表演的，全部都是用动作，很厉害，锤锤真的很厉害。谢谢老师。而且好辛苦啊，这个真不容易，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那种合理笑场，对，他节奏都是笑到。锤锤的合理笑场和他那些。我曾经说过他有一些那种那种声音，他现在用的特别好，他原来多，但是现在总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锤锤感觉就是有口痰一直没吐出来过啊。而且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呢接我接的也非常好，然后我自己其实在中途有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然后他其实帮了我很多，接了下来。没有没有没有，老师，所以是考验泽峰老师的时候到了。哎，他也特别难，因为他要记很多东西。对，你今天跟一个体操教练是一模一样的，就一直教人怎么做。最难的就是我，就是一看明明只有30秒了，但是该我上场了，硬上。然后本来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的，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了，他们两个就临时想了一个，他直接说我在配合他做 cosplay， 我们借你的地方来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下就刚才的荒诞好像有点成立了，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现在是，这也就是水大丽莎，要是别人，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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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老师。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喜欢我们锤锤的表演，那你们手上的按钮有一个 OK 键，记得给他按 OK 哦。好，准备好了吗？请投票。看看我们锤锤的结果是。锤娜丽莎得到66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锤娜丽莎的精彩表演，谢谢锤锤，谢谢。接下来要请上我们刚才表演结束的所有学员。许天杰，这身衣服还没脱啊，那么喜欢。今天这六位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棒，特别为你们骄傲。好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即兴表演舞台的综合成绩。我们恭喜百科历史我们表演舞台的艾丽莎来到我们的成绩发布区。我一点都不想看你的成绩，锤锤。我跟你说，这个节目最没劲的地点就是在于陈大丽莎老是第一名，这钥匙每回就让陈大丽莎拿着不就完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揭晓锤娜丽莎这一阶段的成绩。你看看啊，一共获得了711264个咖值，排名为第一名，毫无悬念呀！厉害厉害厉害啊！我从第一期开始就。一到我的部分，我就把弹幕赶紧关掉，因为我心理素质非常之差。后来我昨天鼓起勇气到我的部分，我把弹幕打开，我一看全是，这胖子为什么拿第一？这胖子为什么七七拿第一？现在是一个读恶评的环节，就一句，我来回应一下这个恶评，为什么我每期都拿第一？你以为我自己知道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谢谢，谢谢，对，谢谢。确实，这是很多选秀节目也没有很多人从第一期第一到现在。他从第一期到现在，一共9期节目都是第一名。锤娜丽莎是这个节目唯一的所谓说神一点是无聊点，就是在于他永远都是第一名，你知道吧？感觉独孤求败了，哇，太。但是你想，如果前9期全部都是第一名，最后垮了，哎，不要这么说，这么吉祥吗？祝福你啊！
东西，有东西。哎呀，贾公爷，贾公爷，贾公爷！哇，帅气，鞋子都好好看啊！帅帅帅帅帅！精彩精彩，来掌声给我们的十二强。哎，青春来杀红遍北海，火锅最翻大盘子。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Plus。搞错了，下来！哦，把我的金钥匙给你！我根本不敢相信。作为一个 gag man， 你得到的掌声是相对来说更加纯粹一些的，只因为你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人，你是一个纯粹的人。我猜大家就之所以对我呼声这么高，可能也就是因为我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很幸运能够在你们的快乐世界里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你们发光。我的心愿是和我的好朋友好好的搞一次唱跳。那么这位好朋友他是谁呢？期待一下。常无考核，必过。我俩能成必过，能成团吗？我俩成整。再来一遍，来最后一遍，最后一遍不行。谁还在这跳呢？练习室的电不值钱呢，赶紧给我关了。啥馅儿啊？搁这馒头馅儿里的呢。我花卷馅儿。哎呦，赶紧吃，多吃点，一会儿那个啥，成团无考核，一会儿低血糖。来，端端。来来来，姑娘们集合了啊！今天呢，咱们有一点小小的改动啊，我们不跳舞了，我们直接上秤啊。你俩其实不差那二两。来，彤彤先上。你还胖了呢，这次注意啊！来，柳柳上。你怎么也胖了呢？哎呀，不行啊，俩。来，上官喜爱上。没事，只要上。相信自己。说二两了吧。
你没看清，来吧。没少练平时。陈大力莎到你了，过磅。嗯。到我这就过磅了你。我给你剪点，我给你剪点。谢老板，这就上了啊。哈哈哈哈哈！那蹭烫啊，那蹭啊，抓紧上！恭喜你，财富一千里，万万多才多姿，走！好开心，与你好知己，嘻嘻嘻嘻。那个，我就是为了给你们展示一下接下来的考核内容啊。我们现在考转音，好吧？成了。来，彤彤，给我转两个音。哎，很有野性的味道啊。来，柳柳，来，给我转四个音。我寻思谁家下告子了呢？俏皮那是。来，上官喜爱，给我转八个音。说你个老板，不错，也就还行吧。来，锤娜丽莎，给我转。我知道，老板，十六个整。你把嘴跟我闭上，我给你说个数，你马上给我转，五秒钟，八十六个。I'm not bad guy. 走走走走，停！这次成团，我心中已经有名单了啊！成团的人就是你、你、你，还有你。行，没点你俩。你你。传一下，哎，嗯 ，You look so sad， 我啰嗦啥？你看起来很丧，我看起来很丧，主要就是因为说那个老板呢，嗯哼，他就是天天让我唱小样，天天让我唱小样，800多首 demo， 一首我的都没有。那个，你这啥呀？大包小包的。哎，那个，我要走了。啥？你要走？离去了。哎，别，不是你来，不是你听我好好跟你说。不要走，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你相信我，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老板一定可以让我们成团的。要不然，我就让老板给我那800首小样，我分个400首给你。啥熟了？恩佳让我收楼了，老板让我收楼。收楼了，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了，就是我想问一下，我那个，什么时候能用我的歌？因为我已经给你教了80个，歌曲小样了。吹吹，切莫心急，稍安勿躁，只要你全心修炼歌唱。多多翻唱 demo， 终有一日，你将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人单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加油！哇，不是吧，阿 Sir，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稍安勿躁，
来日方长，就在。哎，老板，哎，老板，喂，喂，老板。麻了。离开像一堵墙了，把所有人都挡住。全埋藏他吗？你呀，挤不进我们这个圈子。何其重的重击，未必过。只要你坚持行动，我告诉你，肯定不动。我受够了，我要被人看见。老师们，我盖了吗？盖盖！哇哦！盖盖标杆啊！哎哎哎，岳老师啊！全嘎！啊，那是那是啊！来，我们见证官跟师傅们，说说我们锤锤吧。我觉得先应该先让两位第一回看锤的，对，因为贾玲一直对锤说很好奇。对对。我不好奇，因为其实我在网上看见过很多次他的表演，已经知道他这个跳舞啊哈，然后前面的那些都看过，对，包括那个锤娜丽莎，我们来那个来我们节目还演过呢。哦，但是后边有张照片，超级好看，是吧？我的妈呀！他今天何老师一上来说，你知道人家原来是女团，我还不信，我原来也是柔道的，我现在感觉。啊！怎么会那么好看？对，超级美哦！啊，小月月皱这个小眉头，可爱死了。他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挺好，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像是一个刚出来混这个喜剧界的，上舞台刚上舞台，他也做了好多年了，是吗？对，自个儿奋斗好多年了。不是，我原来是成团，我相信，但是他做喜剧，感觉不像刚出道，对吧？真的是，真的是非常成熟，非常成熟，很新颖。他的这个今天这个感觉很新颖，但是我说实话，唯一一点就是有一点点节奏上有点拖，就是第二段，就是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打磨，因为我知道他原来剧本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他是排完了之后临时写了一个新的本子，所以看起来是有些粗糙，但是他就有一个本事可以把所有的可能节奏上或者是剧本上还没有能来得及完善的东西，用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表演全部铺满，让你没有一秒钟觉得落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本事。嗯，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上说过同样一句话，今天就是这样，之前说徐佳丽莎有一个能力，就是特别像贾玲跟小岳岳，就是上台大家就高兴，对，他有一种这种魔力，然后他是在所有的改改之中的，所以我本来以为我跟他挺像的，刚才看他那个年轻时候那照片，你本来就很美，你年轻时候那照片不惊艳吗？美到没有他那么好看，刚才那个太好看了，他那会儿已经有美颜什么的了，修图的那个没现在回来高级。何老师为了安慰我，那他那会儿已经有美颜了，都特别美，都特别美，但是你本来就很美，但是今天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是他很懂得见好就收。其实我们刚刚有点感动的时候，他开始又脚一人一上来又大家又嗨起来，就是不会让你停滞在一个情绪里面，稍微会分心，他就永远带着你往前走。对，就是尤其是刚才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视频里面，你把自己小时候和你踢腿的那个状态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觉得你一直越来越勇敢了，就是也看出来你的心思，我希望是的，对，今天还第一次穿个裙子，对，而且那么美，这是第一次吧，皮肤超好，哎呦喂，而且这裙子昨天才到，超级优雅，一试巨合身，哎，非常美，合身呢，那个，纪晓岚呢，三十秒，来，我们锤锤，三十秒给自己，还需要吗？三十秒，需要夺冠感言，夺冠感言，三十秒。拉个票，先拉个票。锤锤都被弄懵了啊！就
自己看满意吗？因为我知道你有多紧张，因为确实太仓促了，你自己看满意吗？我还行，其实这个作品是用一个极简的方式表达了其实很心酸但是看起来很轻松的，我是从如何从女团练习生一路走到短视频博主再到 Gagman 这个舞台。哦，然后其实我不仅仅是想要告诉大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和我这个人本身，向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对自己的外表和外形有着自卑和困扰的人一些鼓励。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总说我大家喜欢我是因为我长得漂亮，但是我想传达的意思是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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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beautiful。 对，其实我想传达的意思是美不仅仅只局限于外表，善良和有趣也可以是美的一种。对，当然，就是，开心就好，做自己。肯定啊，肯定是，啊，绝对的，绝对啊，魅力那是，好吗？啊，嗯，谢谢锤锤，谢谢锤娘丽莎，也要谢谢我们的上官上官喜爱啊，上官喜爱来了，我们喜爱在哪呢？啊，上官喜爱来了，欢迎你。Hello， 辛苦辛苦。喜爱欢迎你。他也很有喜剧天赋啊，他演的特别好，在里面太厉害了。真的，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了，是不是？很多年了吗？同甘共苦。哦，同甘共苦，谢谢，谢谢你们的。